点哈，拿好了，好，好，坐到你的位置上。那或者，好，还有啦，会有同学啦，或者跟你的班级、跟你爸爸妈妈，我们可以到各个地方去可以好嘞，刚一个人老师们转过来打死那个，刚一起说完了，好了，也要过了啊，那个。哎，那后面小孩过来，来洗洗手了。高二牛，高二牛，过早了。我要往这儿坐，我来，坐大一点，坐大一点，是吧？你怎么这么近？我就说这个带的，我刚好可以给你端过来。我看嘛，先试一下。所以他读书进步很慢。有一次上课的时候，李白又从教室溜到外面去玩了。他走到一条小河边，看见一位